哎，咋的了？哎哎，日子不够了啊！这干啥玩意儿啊？当初人家把你逼这里封了，你干啥玩意儿啊？这不是你那会儿想把咱景区准备的，你砸它干啥呀？啊？干啥呀？人家都撤资了，撤资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景区马上就要停了，责任全部是我们负，2000万。咱图一啥呀？哥兄弟都反目成仇了，邻里之间也不和睦了，这全村人现在都怨恨你，你说咱图一啥呀？咱不干了，行不？咱就好好养咱这花多好啊，行不？不干了啊！ 还搁这巡逻呢啊！哎呀，你这巡逻也是白巡逻，知道为啥不？为啥呀？春秀现在根本就不在客栈，她在烤肉店，知道不？拉倒吧，这什么烤肉店？我一直在这守着来的。我骗你干啥？我刚从烤肉店过来的，知道不？我跟你说，你最大的心愿就是让邱老板出局，然后你就有机会跟田春秀在一起。我说的对不对？对呀。 我就是让他出局，我也盼着邱老板出局，知道为啥吗？为啥呀？他出局了，不带咱们村高岭屋开发了，千辛矿就有机会重开了吗？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今天就有一个让他出局的好机会。真的假的？我骗你干啥？今天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，田春秀过生日。啥玩意儿？你说春秀今天过生日？ 哎呀，那我得买束花，买个蛋糕啥的。那倒不用，蛋糕我都准备了啊。我跟你说，生日跟谁过，当然是最亲密的人，所以我把广发二哥约到烤肉店了啊。你给他约出来干啥玩意儿？你别着急，我把二哥约过来就是拿他当个幌子，知道啥意思吗？我跟你说，你待会儿告诉邱老板，就说呢，广发二哥这么多年跟田春秀实际上啊。 是藕断丝连，今天旧情复燃，他要不相信，你就带他亲自去烤肉店看一看。快到的时候，你打电话，我就离开，所以呢，他就会看到广发跟春秀啊两个人非常亲密的在一起过生日，他就伤心了。伤了心，他就离开，离开就会出局，是不是？<笑>哎呀，我明白了。 小硕们，这事儿你要办成的话，我好好感谢你，感谢我倒不用，咱俩人呢是各取所需，那就各自行动吧。好，这我喝醉了摔盆，你跟着摔啥呀？我不是看你难受吗？我现在让你心里好受些吗？ 你倒是把我给摔醒了，咱这工程啊，真得继续干，必须得把它干出来。这千金矿绝对不能让它开，这工程必须把它完成，必须完成。我就佩服你这不服输的精神。其实这才是你李先华。
媳妇儿，你干我支持你。你在砸呀？嗯。你还真去砸呀你？我不逗你呢吗？我看你难受啊，我你不知道啊，那都花钱来的，我老心疼了，我都。我说你啥好啊？秦老板，哎，你可别想不开呀！你这大晚上你上这干啥呀？哎呀，苗队长，我有什么想不开的？你怎么的？恢复的不错吗？没事。这你要是投河的话，我能救上来你。我干嘛投河呀？帮我呀？怎么的？还做你的保安工作？必须的，确保一方平安。哎呦，这是我的工作。好，好，好。要是私人角度上来看，邱老板。你的人品在我的心目当中，别，就这个高抬了，高抬了，不是高抬了，我真心真意的能，将来能成为你真心的朋友。苗队长，我冲你这个话，你的朋友，我交定了，行吗？哎呀，我也太荣幸了，能交到你这么德高望重的朋友。那个，但是如果是朋友的话，那就得做点朋友事儿。说点朋友话，说点朋友话，洗耳恭听。今天是咱们千心矿筹备处正式开张的日子啊！我这心里心花怒放，是不是？来来，哎呀，那春秀姐，哎，你出来一下呗，秀姐。来来来来来，那个凳子给你摆好了，坐坐一下吧。你俩喝吧，我还有事儿呢。哎，别！你要不坐下的话，你会后悔的，信不？真的，坐。哎，对，来，不，太轻，我往那一扒拉。哎，过对，轻轻桌面。哎呀，来来，什么呀？哎呀，你跟崔秀现在什么情况？我跟春秀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也没有啊！我跟他是老朋友，老同学，你们不都知道吗？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你这人，我有一个小秘密，你别吓唬我行吗？说。崔秀在我们村上有一个外号，外号叫田贵妃。田春秀，生日快乐！哎，对喽，今天是春秀姐生日，来坐。哎，你咋知道我今天过生日呢？再一个，我这么多年都没过过生日，你怎么突然想起给我过生日来了呢？你看我，第一我是。有备而来。第二，不是我一个人跟你过生日，这个蛋糕是代表全村人的心声和心意，给咱村的大功臣过生日。大功臣？对呀。啥意思啊？二哥，你看啊，我分析的对不对？咱俩搭班子这么多年，是吧？一直也想搞旅游开发，拉资金，人家开一烤肉店，结果呢？烤着肉就把老同学给招来了，人家直接签约合同两三个亿，是不是大功臣？没错，庆良说的没错，确实是咱们村的大功臣。所以给工人过生日理所应当，姐你觉得不应该吗？谢谢。崔秀这人太好了，但是命啊，太苦了。这还得从他们年轻的时候说起。年轻的时候他跟广芳。有过那么一段，广芳他妈死活也不同意，说崔秀不安分，结婚之后也得败坏门风，活拉就给搅和光了。另外，人家攀上高枝了。那个当时镇里边有个叫冯副书记的女儿，不就广芳现在的老婆吗？对，两个人结婚了，结婚之后夫妻生活也不是很和睦，吵架拌嘴那是家常菜。崔秀一看也没啥希望了，
这搁镇里也找了一个姓蒋的一个中学老师，这个老师呢身体还不大好，暴病身亡。这我知道，这不事儿都过去了吗？嗯，哪成想啊，这俩人旧情复燃了。那梁广发，天马三村的村主任，你想一想，田贵妃的名儿那是白叫的吗？梁广发这时候可是有孩子有老婆。哎，有孩子有老婆有啥用啊？这不吹袖往那火坑里跳吗？你赶紧去给他拽回来，不然的话，这吹袖真要跳火坑里。你一定要对他负责任，咱对他好，那咱得拿心对他好。嗯，谢谢你，邱大哥，还记得我的生日。刚才我知道你去了，我看见了，我来就是想和你解释。解释什么呀？解释你的清白。你们村多少人跟我说过这个事儿，但是我都当耳旁风了，我没往心里去。我相信你，我希望有一天这个事情能从你的嘴里亲口告诉我，但是没有啊。这不今天晚上，哎呀，让我眼见为实了。我和梁广发年轻的时候是有过一段，但是早都过去了。我们俩现在清清白白的，什么关系都没有。什么也别解释，越涂越黑。话说到这个份上，我不解释了。我想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的。我只想最后求你一次，
能不能先别从我们村撤资，给李鲜花，给我们天马山村一点机会？放心吧，感情事业这两者我分得清楚，我不会因为所谓的感情耽误我整个的事业。再见。正月里来是个新年啊，村里村外锣鼓喧天啊，想家人在房中。嗯，儿子，嗯，咋半夜三更不睡觉搁这看电视？有心事啊？没事。那个，今天黄大马勺上咱家来找我了。他来干啥来了？他说让我给他上饭店当主厨。那说没说给多少钱呢？但我想他给多少钱我也不去。那用啥呀？我想自己开饭店，自己当老板。你自己当老板的想法倒挺好，那可不是开玩笑啊。那需要多少钱呢？我知道。你知道你还有这想法？你这不是白日做梦吗？爸，人得有梦想，人这辈子要是没有梦想的话就完了。不，你这梦想也不靠谱啊。嗯，我跟梁小春就已经彻底撕破脸了，但是我认为这是好事。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跟他竞争李小雪。我想把李小雪娶回咱家，当咱老苗家的儿媳妇。但是我要让小雪瞧得起我，我必须得有自己的一份事业，我得好好干。我让小雪知道，我苗志祥也不是白给的。开饭店就是要我拼搏的事业。你这想法呀，确实不错。爸也挺喜欢李小雪那孩子，但是这一大笔投资，咱上哪去整去？统管大唐明党秘党，静安寺在朝中地位。我想把咱家房子卖了。啥玩意儿卖房子？卖房咱住露天地啊？搬回老屯那老房子住去。等以后大儿子挣钱了，我再给你盖个大的。那房子就啥样了？能住人没？修过修过也能住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人生能有几回搏？你大儿子就想为自己心爱的女人好好的搏一回，爸你能支持我吗？哎，小雪啊，嗯，那个邱小璐那天进村里面，嗯，是你接待的她？对呀。那她车上被人贴了纸条，你也在场？啊。你知道谁干的？我哪知道啊？你问这干嘛呀？我问这个干嘛？你知道邱老板特意跟我说啊，他必须把这个给查出来，说你们村这什么民风啊？谁敢来这投资啊？这多给咱村抹黑呀！你告诉我，是不是梁小春干的？我问你话，你说话呀！哎呀，你想让我说啥？我问你，是不是梁小春干的？你咋知道的？我咋知道的？咱村能干出这种事儿的，除他没别人。不是小雪呀，小雪，你说你还拿他当个宝似的，你早晚得回他手里。我都已经跟他分手了，你还想让我咋的？分手了？婶儿，嗯，他们都走了。嗯，都走了。回头把房间都收拾干净了啊。嗯，对了，婶儿，邱老板临走的时候让我把这个东西给你。你去忙吧。哎，春秀你好，当你看到这个镯子的时候，我可能已经离开了。
我为我昨晚的不恰当的言谈和行为向你道歉。昨天晚上你走后，我自己躺在床上想了多半宿，我回忆起第一次跟你见面时的情景，回忆起我们一次次的交往，那些美好的过往只能成为我生命中的回忆了。我现在才体会到，你是一个好女人，我不应该用那种话去刺激你。爱一个人就要包容他，理解他，宽容他，最重要的是要信任他。不但要爱他的现在，也应该爱他的过去和他的未来。虽然我们的今生不能在一起了，但我们毕竟相处过一段，这就足够了。如果有缘，但愿我们来世能够同结鸳鸯扣，相爱到永远。我把这个镯子呢留给你，也算是我们相爱一场的纪念吧。爱你的余生。把这个皮毛还给他，妈，你真想好了？快去吧，偷着给，别让别人看见，啊！妈没事儿。姑娘，吃饭呢。咋的了？没什么。谁惹你了？来吃饭呢。我不吃了，你们吃吧。快点儿的，快吃饭。我真的吃不下，你们吃吧。那我们吃了。昨天邱老板算是正式的给我们提出撤资了。球网公司的第一笔投资是2000万，按照合同的约定，我们在没有找到新的投资人之前，可以延缓半年偿还。如果还还不上这笔钱，我们可以拿村里的公共的土地进行置换的方式予以偿还。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非常的严峻，大伙说说吧，该怎么办？山上现在工程虽然还在继续，但是呢资金已经开始紧张了。邱老板给的第一笔投资啊，除了付给设计院的设计费以外，我们买原材料再加上付工程款，现在基本上就不剩啥。那么我们新的投资进不来，我们很难再继续。到底还要不要继续干？我们得给那两个工程队一个准信儿。咱们账上还剩多少钱了？还剩50万吧。那这么说，咱们的2000万都花的差不多了。是啊。我们就光那个仿古的山门啊，就花了几百万，还有那个马跃檀溪，我们一开始以为用不了几个钱，那实际一操作呢，就不是几个钱的事儿了。这只要工程不停，这每天都是在往里扔钱呢。如果我们工程停了，我们就必须付给人工程款；如果不停呢，人家还会继续给我们干活。但是等工程完事儿了，我们旅游搞不起来，到那个时候我们怎么收场？你说这真要停了，我的天哪，这花的钱不都白花了吗？就是，这停了就前功尽弃了，咱搁啥还这2000万呢？所以我说呀，这工程绝不能停。上次咱们写的那个请愿书啊，也得送上去了。为了保证效果好的话，让大伙儿啊都签上字，啊，
我到县委县政府送给领导，我就不相信他们不重视。他们撤资了，人家态度非常的明确，矿商开采和旅游开发绝不能同时进行。上次常委会上，我反映了你们提出的意见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，所以我就没给你打电话。马县长，这是我们村民的请愿书，村民们基本上在上面都签字了，您上次答应我帮我转交的。好，我会转交给县委，看看县委的意见和态度，完了再说，好吗？好，谢谢你，马县长。请愿书我已经交上去了，马县长说先看看县里的态度，然后再决定往不往市里送。这事儿要真成了，那把求案公司再拉回来就不成问题了。但愿吧。什么事啊？着急要我过来呀、啊？李千花把你告了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啊，他怎么告？一封联名告状信，他把村里的那些啊反对咱们开铅锌矿的这个村民召集到一起，在告状信上签字画押，然后把这个信呢给马天云了，马天云直接捅到常委会去了，现在县里都知道了，赶紧想一个应对办法吧。不是这个城里开发区重启铅锌矿是县常委的决定啊，他们怎么能自己否认自己呢？现在不都讲究实事求是吗？你在常委会上，万一有俩愣头老爹人出来，说以前那个决定都是错误的，你咋整啊？全推翻，多吓人呢！告诉你好话，赶紧想个办法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要做两个决定。第一件事呢，就是这个工程啊，暂时不能停。咱们听听县里面对咱们请愿书的态度之后，咱们再考虑停还是不停。行。再一个呢，就是咱们也留意身边的这些关系，继续寻找能够投资咱们天马山旅游项目的投资商。我准备这两天开工呢，让他这么一整，彻底完了。不能开工这两天，你傻呀？你这不给人留口实呢吗？你一开工，李鲜花他就来闹事儿了。现在啥最重要？群体事件最重要，影响安定团结这事儿，你让市里省里知道，咱们就全完了。牛总知不知道呢？他知道，我还得嘱咐他几句。再有，没我的命令和县里的命令，你不能开工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哎，马县长。喂，马县长。对对对，那行那行，我一会儿过去找您。哎，好好好，再见。县里面啊，对咱们反映的情况非常的重视啊。现在那个新来的县委副书记，就是原来的杨书记，要找我亲自谈话呢。沈矿长，这些就是这个矿上工作原理啊，我都给你介绍和汇报一遍了。就是矿只要开下来，来钱特别快，老百姓要想过上好日子，还是开矿最实惠啊。到时候你得进那好设备啥的。没事，我给你批经费。哦，那好。对。咋的了，二哥？这牛夫镇上鸡三火四的把你喊过去，啥事儿啊？李鲜花把咱们给告了。告了？他告咱们啥呀？李鲜花拿了咱们村民集体签名的上告信，到县里把咱们开矿的事给告了。听明白没有？没太听明白，开矿这事不是咱们几个能决定的，这都是上边有决策有决议。哎呀，这上面的决定也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况且李鲜花找的是马天云，马天云现在是常务副县长，你把这个上告信拿到常委会上，那领导们不得寻思寻思啊？没事啊，你们不用操心啊，我姐夫，牛董事长啊，他有办法摆平，啊，不用操心。啊，他能有什么办法？这铅锌矿他都有办法整起来，啊，那我就不相信了，那还摆平不了一个小村官了？那李鲜花不是普通的小村官啊，不能轻视。他再厉害，不也是个小村主任吗？不管怎么说啊，咱们得想个办法。
哎，干啥去啊？哎呀，你在这儿呢。那个县里新上任的杨书记找我谈话，早知道他今天找我，昨天在那住一宿了，省着来回折腾。不是你今晚要回不来的话，明天您王总来要钱，我咋答复人家？马上到还款日子了。我觉得现在咱们最好的办法呀，就是把房子抵押贷款。你还真要抵押呀？你到时候还不上，房子一收去了，咱上哪住去？你放心吧，肯定不能让你住露天，我们再把钱挣回来呗。说的清清楚。行，我跟你说了，我赶时间呢啊！你站着。来不及了，我送你。走。走啊！走，你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你真的，你把我那包给抢了呢。亮顺。妈。嗯，你要干啥去啊？我上镇里开个会儿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我也到镇里，你带我一段呗。我这是我开车两个人不安全。哎呀，你看我自己孤苦伶仃的，你要不带我，你让我怎么去镇里啊？求求你了。走吧。哎呀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走吧，走吧。这是我家厢房。哦，这院还行哈。嗯，厢房也还不错。嗯，那你这房子多少钱卖啊？这样，哥。嗯，你先看看那房子，你相不相中？如果要是没相中的，说多少钱也白扯。你要是相中了，咱们谈价，你看行不？嗯。儿子，这他俩干啥呀？这是？这是我爸。啊。镇里来看看咱家房子。看房子。看啥房子？你这房子不要卖吗？卖，卖咱上哪住去啊？我说哥们儿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这房子都相中了，你现在你俩都没商量好，开玩笑呢？不是，又发广告发信息让我来，我钱都带来了。不是哥，你这是个误会。什么误会啊？不是，这房子不卖了，不卖，走，不卖。爸，不卖了。不卖咱也不卖。不是大哥，哥，咱们得商量商量。爸，你干啥呀？我不和你说了吗？把房子卖了，开饭店，你不都答应我了吗？我啥时候答应你了？我不说咱们得考虑考虑吗？考虑啥呀，爸？再考虑，黄瓜菜都凉了。儿子，咱这天马山旅游能不能搞起来两说的？你说那欠薪矿一开，旅游肯定得停。你说你把这房子卖了去开饭店，饭店要是再赔了，咱们得去老宅那居住去。爸，人家黄大马勺说的对呀，你旅游成不成这是一回事儿。那欠薪矿以后得开吧，他开他就得招工，招工就得用人，有人他得吃饭吧，他上哪吃啊？你看人黄大马勺说的，那有人就得上我黄大马勺家饭店吃饭去。爸，这个时候咱开饭店，这是最好的时机，再错过了没机会了吧？咋没机会？什么没机会？这机会不有的是吗？爸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让我把饭店开了，行不行啊？不行，这是我一辈子的愿望啊，爸。哎呀，爷俩掐起来了。你闭上你那薄薄的厚礼裙。不是，苗。苗啥苗？一到关键时候你就结结巴巴的，你瞅你个水仔。苗长喜啊，我把话给你撂着啊，你们爷俩这饭店又能开起来，我把我这黄字我都道谢。好了，拜拜。你赶紧给我土豆搬家，你给我滚球子。拜拜。爸，你听没听黄大马勺说那话呀？他压根儿就没瞧得起咱爷们儿，这饭店得开，爸，开，开。小厨哥，你慢点骑。啥？小厨哥，你慢点儿。听不清你说啥呀？在那遥远的青山下，鸟儿叫喳喳。红花绿树青蛙唱，草壳里飞蚂蚱。就在那波光潋滟的小河旁，我们用爱情筑起了自己的家。放哪儿啊？我准备把它放在这个观景桥的桥头，
你看啊，也能给游客一个休息的地方。再说这个桥头不放点啥，有点突，不好看。你说呢？哎呀，做这个亭子又得花不少钱。现在不是钱不钱的事儿，是施工难度非常大。你看啊，这儿还有这个地方，嗯，你看这个石头。干啥呢？啊，妈。程经理，你坐这儿。干啥呢？我俩商量工作呢。这是办公室，你们不注意点影响啊？不是妈，你说啥呢？江秋寒，你要不要脸啊？挺大个姑娘，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呢？我咋不要脸了？我咋不给你省心了？你还跟我犟是不是？你刚才干啥呢？你刚才，别在村委会吵不吵啊？啊，我知道这是村委会，不用你提醒了，你去忙吧。江秋寒，走走走，跟我回家。我不，你回不回家？春秀姐，我们这儿还工作呢。啊，你们工作呢是吧？特别重要呗。好，那你们继续吧，我在这儿等着。等我姑娘忙完，我好领她回家。李献花。你上午让我转交的那份村民联名信，我已经转交给新上任的杨副书记了。县委县政府对你们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视，这次把你请来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初铅锌矿对你们村造成的污染情况。太好了，谢谢你啊，马县长。一会儿你跟杨书记说的每句话，对于是否重新开采铅锌矿起的决定性的影响。我知道了。你一定要本着对县委、县政府和全县40万人民负责的态度来反映问题。好的，马县长，那我有什么说不明白的，您在边上帮我敲敲边鼓好吗？啊，这恐怕不太妥当。我现在在这个位置上，有些话不方便说。但是你放心啊，你只要如实的反映情况就可以了。嗯，明白。那二哥，那你说怎么办呢？啊，怎么办？现在事态比较严重。这李鲜花找的马天云，一旦把村民鼓动起来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。那咋办呢？不是你是矿长啊，你总得拿出个办法来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那我不知道啊。那你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他不知道，那是。谁知道啊？你当矿长不能不知道啊？那我就不知道啊！你这牛总派来的矿长，你就不你这样，你给牛总打个电话，你看看他什么态度，他有什么想法。那好吧，你赶紧吧。那我打个电话去。哎呀，闹心！你说这仇人，这牛总不派回一窝囊废吗？就是他草包一个，你指他这黄菜全凉了。先观察观察再说。实在不行，得给牛总反映一下，让他派一个硬实人过来。进来。好的，先这样啊。杨书记。哎，田云。我给你介绍啊。这位就是李鲜花，天马山村的村主任。哦，你好。你好，杨书记。快坐，快坐，鲜花。谢谢。杨书记。哎。我转给县委的那封信就是他们写的。哎，谢谢。啊，你那封信呢？我们收到以后啊，非常重视，专门召开了一个县委常委会，研究了一下了。今天呢，把你叫来，主要是想了解一下这个天马山铅锌矿到底污染有多严重，是吧？你了解情况，多给我们讲一讲。嗯，牛总啊，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呢，是环保系统上来也开不了工。那我和广发我们几个都上老火了，那现在又整出上高信来，你说，这我这边真有点顶不住了。哎，急什么急？让他去告。树根不动，树梢晃悠也是白晃悠啊。那您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，跟你们说说我的意思。那如果这个排污的设备上了以后，是不是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了？即便是他们上了排污和治污的设备，可是那个放炮产生那个石灰渣渣，还有运输产生的匪尘，还有打眼流出的废水。那怎么解决呀、啊，杨书记啊，您是不知道啊，那个铅锌矿在兴旺的时候啊，那天马山远远的望去根本就不是绿色的，那是乌突突、浑浊一片。
如果把这个污染设备都解决了以后，你说这些村民是不是就不会反对再开这个前心矿了？杨书记，跟您说句实话吧，我们村民对他们彻底的解决污染问题表示怀疑，所以我们村民的态度很明确，不同意他们开矿。牛总啊，现在李鲜花呢，不仅鼓动群众，还写上告信。我爸，啊，当这么多年村干部咋越来越笨呢？他李鲜花能鼓动村民写信反映情况，你不会也鼓动鼓动村民照样做不就得了吗？老百姓有这种犹豫的心理是很正常，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叫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咱们不能因为吃饭噎食就放弃吃饭了，你说对吧？嗯。